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那来玩这款乡村老师，那2月5号开启不用激活码就会开始玩，那就来吧。游戏是在好游快报下载的，那我也没玩过，来试试看。那如果你看了影片想玩的话，我会把连结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位。好，这边有一些指引。小豹哥，树英语，树英语是什么东西啊？树英语，哎哦，树洋语是不是？简体字啊，哦，看不懂，阳啊，太阳的阳吧。评价 A。然后薛什么薛力吗？我不知道这怎么念。好，总共有6名学生嘛。那乡下的学生都比较少，城乡差距。然后这是大陆手游啦，所以，哎，就这样吗？就这样哎。那我就一个一个来点了，没有教学。温习，然后扣5个体力，然后这是一封信，是不是？陈老师，他给我们一些基金，看起来是这样。好，回信一下。物资，那我先资金好了。好，我是陈老师。那现在没有用账号就可以直接玩。那我好像也不能取 ID 耶。看一下，我的属性叫农渔厨。那学生名册，哦，我们现在有目前有6个学生。然后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修东西是不是？学生资料。那设置音效、底包码、继续游戏。好，哎呦，不要，先不要。怎么关掉啊？再点一次，没有啊？天哪，卡住了哎！哦，卡住，哎，我真的卡住了、哦。我、哦、真的卡住了、欸，哦，继续游戏呀！啊、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就太不明显了，太不明显，继续游戏，没有一个打叉什么的，然后继续游戏。我想说，我真的卡住了，成就，目前都没有。好，我们来教室吧，进入主题。我觉得那个虫鸣鸟叫声会不会太大声啊？就是夏天的不是都会有那种虫叫声、秋蝉、蝉叫声。好，没有迟到，没有迟到。这种游戏你要耐下心来慢慢玩，要因材施教是不是？不是同时一起上课。啊，选择。语文课，好，确定。开始上课，然后你打算上几堂课啊？随便吧，五堂课。然后他们心情减二，教学进度加3，加30。我看一下、喔，心情应该是减二了吧？然后哦，这边有一些。有一些那个古诗诗词鉴赏，哎，只能猜李白啦、啊，因为不会是曹操吧 ？Oh my god， 说错了，难道真的是曹操？天哪、啊！好，再讲一遍，
好，心情加一，知识加六。所以我刚说上五堂课是会有五个事件。那这边又来了，我不会啊，简体字这个零是谁啊？只能讲登上，就猜二选一呀、啊。曹操东汉末年这个大家应该知道了，那个以前那个谁唱曹操啊？林俊杰啊，东汉末年怎样怎样怎样，他开歌词的第一句就这样子啊，请大家安静，布置正常的量，好，下课了。那玩法上是这样啦，课后安排。这边，天哪，我们就一个女生哦，奇怪，五个男生吗？抽屉有好多东西，课外活动都是要扣体力耶，我快没体力耶。好，老骨头，不是说才刚大学毕业吗？看广告可以获得50个体力耶！哇，这个游戏要看广告。那去操场，然后菜地。哦，游戏可以种菜耶，还可以种菜耶！天哪，我是老师啊，我还要种菜哦。先种种子哦，确定，确定，这样是不是？好，用完了。然后要不要浇水啊？体力不足，哇，没体力了，天哪！好吧。我可以种菜，然后教室教学生，然后办公室。哦，这是我刚刚那个地方嘛，我刚刚在办公室。然后没体力了，结束一天会怎样？哦，马上体力变100。OK，那就是说每天你有体力100，然后你可以做很多事情。那不够的话，你可以看体力，或是结束一天。那没有什么教学啊，就只能自己乱点、乱点、乱按这样子。好，有信是不是？信的话应该是事件了。他给我钱了是不是？这么好，马上给我钱。好，这现金变900，我原本好像是500。好，获得400。刘大妈，这个应该是那个任务事件，哦。就是你要先搞到这个鱼，然后谁家里有这个鱼啊，然后拿给柳大妈吧，大概是一个任务。那这边是我们学生名册。好，那离开办公室，先到教室，然后就先上课。批评，批评，批评。他心情降低呀，然后我体力也降低，这样有好吗？这样好吗？应该放纵下哦，迟到下没什么了不起的啦。那这边有那个主线任务吧？距离考试还有5天，现在是第二天，那需要400，及格的话知识需要400，然后这边要1300优秀，400的话是我总和吧，我在想。那我这边知识的话，应该 OK 吧？90几耶，89，这个不及格啊，这两个。啊，你们想想看哦，六个学生嘛，及格的话，也就是说大概一个学生大概平均70分吧。那如果都满分的话是多少？6636诶，奇怪，这怎么算呢？1200是怎样？还是说这个知识可以超过100啊？哦，知识可能可以超过100耶。
因为这个1300嘛，六个学生的话，一个学生要200多啊。那我们就上四堂课好了，省一点体力。同学并没有很大压力，教学进度加24，还来啊你？赶快 Google 一下。天净沙秋思应该是李商隐是不是？啊，我又错，就猜错了。我国学常识太烂了，抱歉，太烂了。好，这边加知识加6，然后我看一下，哦，你看他们知识真的超过100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心情还是知识啊？心情在下面，这个应该是知识。那这边的话，随便吧，消耗5个体力。对啊，他们知识又上升了，我要上升了没有？上升了，上升了。布置很多作业，欲哭无泪。好，下课了，心情就下降了，怎么样才能增加他们的心情啊？游戏没有背景音乐啊，就只有一点点音效，然后还有那个虫鸣鸟叫声。那这边要干嘛？直接放学。拜拜，让他们放学。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些42个体力。结束一天，然后这边是我的属性嘛，然后点一下，随便点一下啊，没东西。学业名册，知识在这边。哦，有一只蚊子在我附近飞，可恶！先放过它。那我们刚刚是菜地嘛，我再看一下，哎，什么时候才会长大啊？他们？哦，这里，50分之5。那我浇水可以干嘛？好，那浇完了，然后体力也快干了，手抖加太多，真假的？没有啊，没有变大。那来个肥料，还不会施肥哦，我现在种植技能太低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来办公室看一下啊，办公室是我刚拿嘛。厨房看看，做菜是不是？做零食，会不会给学生吃零食，他们心情会变好啊？哇，需要那个鸡肉，做饭给自己吃，然后做零食。零食需要玉米，我应该没有玉米啊。做零食，消耗玉米，然后。爆米花获得6个，好，我没有玉米，所以我们刚刚那个农田应该是要获得这些植物、这些食物，然后可以自己做饭，然后做给孩子。好，这边我没有肉，没有鸡肉，也没有白菜。好，做给孩子。那我厨艺要3级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好。厨房、教室、地图。那我现在在学校，可以去4级，然后也是消耗5个体力。来4级看一下，哇，这边有肉铺诶，杂货。果然是卖种子。那游戏就有点像是生活模拟养成吧。就是只是结合了你的农地嘛，然后厨房，然后还有教学，哦，培养那些学生。那我觉得玩法上还蛮丰富的，就是买东西我们有资金嘛，好，买个玉米，获得一格，好，买5个，然后肉脯，买肉。鸡肉好贵哦，欸，我才1点钱而已，这样够吗？然后菜摊也可以，这样我就可以做东西耶。刚刚是说要白菜，对不对？好，了解，这边知道了，
买种子、买肉、买菜，那可以卖东西。那三角是什么东西啊？继续，出发，快没体力耶。这边有一个陶老，有个爱心哎。采菊东篱下，幽兰见南山。这是陶渊明吧？探讨学问，好感度加三，然后加学经验加三。这边可以发现东西哦。哦，加菜加菜，紫苏。好，那这边是用体力来采菜就对了啦。那我们刚刚是用钱来采买菜啊，买种子啊，买肉啊。那这边好感度变三了。那我没有体力了，没有体力就不能移动了吧？好，体力不足，那就结束。那我觉得这个游戏可以让你玩很久吧。就如果你沉浸在这个游戏里面，你就会一直玩下去。哦，你就一直玩，一直玩，一直玩，可能会玩好几个小时也不一定。就是算是属于比较放松休闲的玩法。那也就这边要委托任务，今天有效嘛？要野草莓三个，然后到三角找他。我们知道三角在哪里，那野草莓要去获得。二狗，他是二狗就对了，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奖励吧。温习的话可以新增我的教学啦，教学经验嘛。那我现在经验值要200吧，才可以升级。那我刚刚有种了一些，这几天我有种菜嘛，然后还可以钓鱼、煮东西。那我就知道游戏的玩法，就是这四个，把你的属性给慢慢提升。OK。慢慢玩吧，好像永无止境哦。那这边算，不行，还是要骂他，欠骂。那这边，他说哦，我懂了，这个400是个别啦，你看那边灵敏，没有半格，达到及格线。哦，所以说这个知识不是总和，是400。那这边大家都100多，那我们开始上课吧。好，我懂了。好，直接上5堂课。你们要上网 Google 了，因为我又不知道了。北固山，我只认识王伟啊。结果又错了。我每周选我知道的人，然后就选错，怎么这样啊？认真回答。好，大家知识加多一点，答对的话知识加多一点，所以这个学生的知识跟我有关啊，我要答对才行啊。王冠是谁啊？我不想 Google 啊。诗人的话都唐宋啊，唐宋，有人知道吗？好，你等我一下，我 Google。王冠，Who are you？唐代诗人，唐代诗人，唐代诗，所以知识加12，刚刚答错只有加6，所以这边你要 Google 一下，如果遇到不会的，当然是这个啊，想要知道，所以你要保留一些体力，这样才会加得快，因为我们要先达到这个目标嘛，达到刚刚那个目标，布置很多作业。这样他们下次载知识量可能还会再增加吧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知识量又加了这样子，好六七十八十这样。然后我这边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放学，可以课外活动、补习、谈话。谁比较低？就你的啊，182。加强辅导一下。加心情是不是？未来理想。学生有什么未来理想啊？我不知道啦。加知识，好，知识加24，很好。
还可以再讲一次，是不是？这边还可以再讲。话题无效，算你狠。星星九九的话就快满了嘛。好，讲完。那我们去菜园看看。我现在快没体力了啦。哦，长出海了欸。长大了，长大了，哦，长大了。我有浇水，有插欸，有快速增加它经验值。那这边的话，我有玉米，但是我没体力耶。欸，刚刚好，你要留15个。OK，经验值加10，种植的经验值。好，那我目前为止玩了20分钟了，我觉得还可以好好的探索啦。哦，这边会有一些每天会有任务嘛，然后你这边可以探索山脚啦、田野啦、印刷厂。我刚刚去了集市跟山脚，湖边田野我还没去，不然我们去一下好，结束一天。啊，不行哦，我要先去教室。教室的话又要玩那个机智问答，然后都答错这样。第一年第四天，哇，有的玩了。哦，每天有100个体力。可以让你做事情。那这边一样是有任务，又要送钱给我，是不是？可以要物资，不知道给我什么物资欸。没看到，就没了。嗯，算了，那这边有任务，老张的任务，他钓鱼是不是？要去湖边找他，但是你可能要有鱼饵吧。好，那我就先玩到这边吧。想玩的人，我会把游戏链接放影片下方的资讯栏位。好，不用账号，每个人都可以玩。好，不骂他了，不骂他了，让他开心一点好了。好，不骂学生了，我们就放任教学。那就先玩到这边吧。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